今天要做的是一部皮皮的各种技能特效的测试，相信很多人对皮皮的气特吞以及大绝招会不会被各种大绝招的效果影响非常好奇，今天特地做了这个测试。首先呢是两个皮皮撞在一起，这是霸体，没办法被控制。那这个博盾呢很有趣，大绝招碰到皮皮之后，皮皮会变成一个无敌的遁地地鼠，直到大绝的时间消除为止。再来呢就是赞尼尔开大绝的时候皮皮吸住，那赞尼尔当然就是不会飞过去，千万不要乱咬飞过去的赞尼尔。再来夜叉绑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艾瑞的大绝招一样都是可以解除的哦。再来这个非常有趣哦，皮皮开大绝招冲入对方的温泉塔，假如你有带小兵的话，皮皮会先被击杀。那温泉塔第二个竟然是先攻击小兵呢，我一直以为温泉塔是不会攻击小兵的，这个真的是我玩传说对决三年以来收获最大的知识了。再来呢就是达尔西是唯一可以破解皮皮二技能气吞吞的技能哦，虽然被吸走，但是时间到了大家还是会被传回来，这点要注意一下。阿莱斯特的大绝招单体控制一样还是可以解除，但是阿莱斯特一样都在引导。我觉得西美娜是最帅的选择，那个鹿头在皮皮的鹿头身上真的是太帅了各位。再来就是马加闪电侠这类无敌型的英雄是没办法吸收的各位，这点要再注意一下。还有麦克斯开大绝冲过去敌方纳塔亚，如果把他吸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一点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当我把麦克斯吐出来的时候，麦克斯会原地使用撞对方英雄的那个静电的技能。再来呢艾翠斯这种无敌的大棒球棍一样是可以吸到皮皮肚子里再发动，那像是古墓这种引导型的就没有办法，又口误了一次。那夸克呢配上皮皮的二技能是有办法直接把对面拉回温泉塔秒杀，同理的诺可西也是可以的，这招真的是太强了各位。那以上呢就是皮皮的大招的各种影片测试，非常感谢小弟的科学院以及小丑，没有他们没办法完成这部影片。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把影片分享给你朋友，这就是我继续做影片最大动力，当然对影片按下喜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看完呢还有什么不了解的，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那所有的留言我都会尽量的一一回复你。谢谢你看完今天的影片，那外面可能还在下大雨或是刮大风，那可能还有点淹水，大家在外面还是要小心一点哦。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见喽。